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vy 啊，今日同大家开呢一只 Mavic 嘅 John Wick 啊，超级有型咯，反晒光，即刻开俾大家睇。咁个盒咧就系咁样噶啦，咁个背面咧就系显示咗佢有两种嘅发型啦，一种就系长头发啦，一种就系 all back 啦，咁同埋有几款枪嘅。好啦。分別有兩種髮型啦，同埋四把槍、兩隻拳頭，呢只應該係揸槍。我成日覺得佢個樣咧，有少許似耶穌。開咗盒之後就係咁樣啦，啲關節位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啊。首先講講佢件衫先啦。呢件是一件软胶的外套嚟，成件其实佢应该系可以除得到出嚟嘅，成件都系可以除得到出嚟嘅。咁当然除咗之后就唔系咁靓仔啦，都系帮佢着翻衫先。超级靓仔，咁佢喐起上嚟咧，其实都几紧嘅，我觉得几好嘅。咁佢嘅手臂咧，其实可以咁样松落嚟嘅，基本上好似甩臼咁样，可以咁样松落嚟，方便你去摆一啲其他角度嘅 pose， 例如咁样，跟住呢只手就可以咁样啦，左右两边都可以咁样松出嚟啦。然之后咧。个身咧可以向后咬啦，向后咬咧，其实佢系好容易甩出嚟嘅。咁当然呢个系极限啦，有个位置你要知道佢极限喺边度，即系佢唔可以咬得太厚啦，咬得太厚就会，但其实已经可以做到好大幅度嘅向后咬啦。咁另外咧，佢条胎都系软胶嚟嘅，你都系可以。做到少少喐嘅效果嘅，然之后只脚咧，只脚佢系可以抹到好开嘅，甚至乎咧，佢个踢腿系可以踢到咁高嘅，最尽系可以去到咁样高过自己个头嘅，然之后咧就系膝头哥啦。只鞋啦。其实都可以喐到好多 angle 噶啦，已经。跟住呢个又系可以向上踢嘅，佢成日可以喐到咁大幅度咧，我就好不其然咁样想再扭尽啲，然之后咧，咁佢就好容易甩咗个 joint 位。我相信我摆好啲嘅，佢企得稳嘅。有另一个样啦，右手边呢个就系干净啲嘅，冇伤痕嘅；左手边呢个咧就系有伤痕嘅。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一只手同埋揸手枪嘅动作啦。佢亦都可以换另一支手枪嘅。病型到喊啊！真系，仲有一支枪 AK 啊！嚟试下佢可唔可以做到个正确嘅揸长枪姿势先？呢、這个位置通常都系顶住，系得嘅，佢系可以顶得住个膊头嘅。之但系佢揸枪嘅手咧，就净系得一只嘅啫。淨係得隻右手可以俾你揸住支槍，左手嘅話就要揸手槍，
放唔落，另一支手槍都放唔落嘅。咁點啊？點樣揸雙槍啊？咁樣算唔算啊？喂，揸唔穩喎，揸穩啊，老兄。咁樣就勉強叫做揸咗兩支槍啦，揸唔到。喂，揸穩佢。是不得的，型到喊啊！真系呢个头咧，硬系觉得佢个发线咧系高咗啲，搞到佢老咗啊！佢原本幅图唔系咁噶，佢原本幅图啲头发都浓密啲、靓仔啲，个发线冇咁高。你睇下，跟翻同佢同一个角度摆嘅话，仲衰咗。嚇到面都青埋，真係呢個髮線唔係咁靚啊！呢個做得，但係遠睇都 OK 嘅。所以今次呢一隻John Wick咧，我係比較中意佢呢一個頭嘅。另外我仲預備咗呢盒嘢，呢盒咧就唔係愛嚟開箱俾大家睇嘅，我係想要佢張長凳。吊腳啊！